带大家来鹿港看一间厂房。这边是鹿河路转个弯进来就可以抵达了。沿路这一条路大约是有9米宽啊。那它整栋厂房齁，连这个马路的长度大约是30米。这边之前的门牌也是鹿河路，后来就更改为廖错巷，可能这边住的都是姓廖的。那这边的学区是在新兴国小，你要买饮料啊，买便当，最快就是在新兴国小这个附近。这是附近的农地，还有这边也非常多的厂房。目前它是进入二拍，2342万，是不是应该进场打电话给欧巴桑丽丽，我们一起来讨论吧。